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翻嚟。其實咧，真係有陣時冇所謂嘅。我見到啲網喺度拗，唔好拗啦，有冇拗嘅？係嘛？好拗。即係講真，總言之咧，其實我覺得黃藍又好，逼人哋同自己意見一致嘅咧，我覺得真係好撚冚家產。係，真係好撚冚家產嘅，冇乜所謂啦。講真啦，你講真，人人頭頂有片天，個個都立場都唔撚同噶啦，係嘛？不過把尺周圍擺又奇怪啲啦。咁啊，頭先我咧點解會耐咗翻嚟？因為我肚餓，咁我其實公司都好多嘢食。咁但係我最便利咧，梗係有咁個金汁啦。唔係啊，我越嚟越少啊，係嘛？因為今日我又掉咗。後來我老婆叫我唔好掉啦，送俾啲網友啦，所以啲網友今日哇滿載而歸。係，今日上出嚟買嘢都有嘢送。有嘢送啊！聽日都應該有。係啊，有。但係其實咧。真係其實真係好慘啊！嗱，點解咧？所以話零售呢件事情咧，真係好忙啊！嗱，以我嘅 turnover 咧，其實就唔應該會有過期貨。咁但係有陣時，我真係喺小威貨場度睇漏一眼啦，啲同事有陣時冇咁清楚啦。即係其實真係有我批，譬如咁樣講，有批貨喺度啦。咦，買到八八九九個補貨喎，補貨嗰啲新貨就擺喺面喎，咁又賣新貨啦，係嘛？咁你明白我意思啦？舊嗰啲就永遠都喺舊喺入邊嘅。咁啊結果咧，跟住到俾你湊嗰時候，依個過期喂，或者就嚟過期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有啲我費事喺度講啦，我有啲嘢咧係買一送一，真係非常抵嘅。出邊係零嘅，出邊係零 discount， 但係我買一送一，但係其實未過期嘅喎。不過佢九月過期 ，OK。咁但係其實過期，我話俾你聽啦，過期一年都仲值得㗎。但你冇辦法㗎嘛，你賣就唔得㗎啦嘛。OK， 咁我咪喂買一送一啊，或者嚟送啊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我一定要慢慢解決啲問題。今日我又好撚猛，我屌你冇咁，真係我諗全世界啊 ，worldwide， 我唔講香港，能夠同我做生意供貨俾我嘅人咧，都一定係直樹冇子。係，屌你兩個錢貨未到錢先俾 ，no problem。嗯喂，有啲有陣時我叫啲老友喂，想喂啲嘢 OK 喎，人哎呀哇嗰只好咩喎，哎你咁撚煩，屌你咩咩啦，做靈芝包子，喂靈芝包子咁又唔得喎，屌你老母，咁我破壁率唔夠喎，我話 OK 啦，都95啦，喂我要如果唔係要換嗰部德國機幾錢啊，話都好撚多錢噶，六位數字唔係十萬 ，OK， 屌你老母俾啦，我又俾，我俾啊，我怕啊，其實部破壁機對我冇用啊，我送俾佢。我最緊要就係破完壁之後，我拎去化驗。嗯。我有曬啲化驗報告喺度㗎，我連擺埋出嚟㗎。我仲要化驗埋人哋嗰啲，又使咗好多錢喎。點解？證明我係全港 number one， 我破壁率啊。咁我都喺度問，我而家唔係自吹自擂，自吹自擂咩啊？我屌你，我揾唔到貨賣啊！屌你有冇咁？我又有錢，我想揾貨賣。又攞出嚟讀。我屌你老母，咁撚痛苦啊！點解啊？嗱，好多濕條文揾我，但係太多級。第一，我試唔到咁多；第二，類似嘅貨品係級相類似。咁我即係我想揾啲嘢嚟壓個貨場。我諗下，連電腦嘢我都想拎埋嚟賣。後來諗下，佢真係講唔通喎，連電腦嘢都賣，即係想揾啲特別啲，又冇時間出去揾。我覺得有時間出去揾都真係揾到嘅，但係又要啱我哋啲網友賣喎。喂，真係好撚難。啲人話：周街都係貨，我仲要俾錢喎。我唔係話喂，你嚟賣住先，賣完 consignment 冇呢啲嘢嘅，咁撚麻煩。喂。你咪狂曬文啊！啲女仔話：俾你講狂曬文啦，買完先計數啊！我屌鳩佢啊！咁撚煩，屌你諗下開張單落嚟，到時又要數貨，然後先話睇下買幾多折咁樣，嘥我啲 admin 工作啊！屌你老母閪！你嚟啦，我俾錢你啦！屌你老母！咁咁夠到時當我掉咯。係啊！我淨係咧做俾會計嘅，我掉嗰啲嘢，有啲嘢仲要我卜撚爛佢喎！屌我驚我税局唔撚信，屌你卜撚爛佢！哇！我都唔知值幾多錢啊，又係超過六位數字嘅，屌你老味閪！咁啊，真係，所以我好撚痛苦啊！有陣時啲客咧上到嚟咧，我見到喂你做咩㗎？我做地盤啊，冇嘢。喂，你做咩㗎？其實我就係想話啊，原來我做乜嘢嘅？跟住咦，有得諗喎，咁解啊？屌幾撚痛苦啊！我屌你老母！喂，人哋又話冇地方賣嘢啊，呢樣嗰樣啊！我屌你老母，我冇貨賣。你有地方冇貨賣？冇貨賣啊！嚇，有啲嘢我明知啊，老婆其實好唔開心嘅。因為佢覺得啲錢，佢覺得我啲錢係佢噶嘛。嗯、我係明知擺到咁上下要掉，我都嚟。明知係我嚟擺嘅，都要擺，因為冇貨賣，幾撚痛苦啊！屌你老母閪！而我話俾你聽，我真係好撚屎忽鬼嘅。雖然咧，
現在環境咁差，屌你兩母！但係我真係每一日都喺度變緊，我唔會喺度等死㗎。屌你兩尾，話窮則變，變就通。通嘅意思當然你而家變咗未必係賺錢啦，但係人哋輸錢我唔輸。咁就已經夠，咁就已經夠啦。總言之唔使揞錢出嚟。係啦。喂，有租交有糧出。係啦。大家啲同事咧，即係養到頭家嘅，翻拎到錢翻屋企嘅，咁就 OK 啦。就係咁樣咯。而家你冇辦法㗎，時勢啊。好啦，嗱呢一單咧，在我嗱呢一單嘢，其實喺我心入邊有兩單嘢咧，近年咧成日纏繞我心。OK， 一單咧就係唐山打人事件，一單咧就係鐵鏈女。嗱，中國仲有好多事，但係呢啲事竟然係落到最後咁樣嘅收尾，我真係覺得我真係唔識講。喂，好啦，而家又一單喎，時隔兩年，當其時唐山打人事件啦。有一個民警陳志偉就去咗第度啦，嗱，唐山打人，佢而家去咗第度喎 ，OK， 喺二省外邊實名舉報，我係實名嘅陳志偉舉報 ，OK， 當日佢見到嘅事情，嗱，凡親實名舉報咧，如果有急就強咧。咁咧都應該驚動到我哋偉大嘅習近平主席咧，就可能有得跟進。但係唐山呢件事，我真係難講，實在太奇妙啦！到到今時今日，其實嗰幾個女仔俾人打係乜嘢人？係咪真係有人買死咗，或者點樣？係邊個都唔知喎，冇屋企人咁樣嘅喎。咁你照計，我個女俾人打，屋企人都會出嚟啩？係。究竟係咩事咧？風雲。咁你話用嗰啲人話齋？哇！水很深。嗱，而家十年舉報啦，陳志偉。嗱，唐山公安局路分北分局機場路派出所嘅前民警陳志偉喺影片表示，而家佢喺二省外地，喺二省啊，佢喺唐山就唔夠膽噶啦。十名舉報唐山市曹妃甸區嘅辦案人員，佢咧喺個片段入邊出示咗個身份證啦，同埋佢嗰個警原本個警官證。佢話辦案期間。對我採用嘅違規審訊手段，從而獲得嘅非法筆錄，筆錄即係用佢你講佢啫，係啦，筆錄對六一零事件嘅相關真實過程，佢哋不如實製作筆錄，掩蓋事關事實嘅真相。對我接受採訪嘅過程，亦都不如實調查記錄。最終為咗讓作為基層民警嘅我孭黑鑊，對我進行迫害、邏輯罪名、強行定罪。哦，即係佢咧，屌你老尾，即係作為基層嘅，咁佢就反抗啊！嗱，佢呢個代價好大噶，你知啦。誒，佢俾人迫害，佢先反抗啫。你唔好理就問題，佢而家反抗講出嚟嘅事實，咁啊，官方就要回應噶咯喎，係真定假先？好啦，佢話2022年9月初嗱件事件咧就發生喺2022年嘅6月10日嘅唐山事件。嗱，9月初。佢咧就被轉押到曹妃甸區所，曹妃甸區嘅看守所。喺看守所入邊，佢兩次用手寫申訴書進行組織嘅內部申訴，至今兩年咧都冇積極結果。嗱，佢俾人屈完之後咧，要咩黑鑊？佢又去申訴，都冇結果喎。到舊年7月16日，佢恢復自由之後咧，向唐山市嘅中級法院、中級檢察院、唐山市紀委監委。同埋信訪等多部門實名舉報佢案件存在嘅問題，各部門咧都告知佢受理啦，你個舉報，但係都冇下文。於是乎咧，佢又再向唐山市嘅中級法院啊曹妃甸區嘅法院提交再審申請書，但係部門不作為，用延期嘅司法手段拖延。對於六一零事件，因影片嘅時長限制，佢簡述咗三點。即係關於真正去到六一零啦，唐山事件嘅時候，佢第一案發接報後，警方到達現場用咗半個鐘頭，造成嚴重嘅遲誤。佢話當其時佢喺派出所根本就唔係負責出去嘅民警，佢係凌晨3時先被通知。好啦，於是乎就臨時出去。佢係由接到命令到達現場咧，實際上咧即係用我10分鐘。OK， 好啦。出咗警之後，即係出咗監之後咧，處理整個過程咧係用咗3小時。
由半夜一直做到天光，做了大量工作。接受採訪的現場咧，佢帶住唐山市部門十幾個工作人員，當住台山市部門十幾個工作人員嘅面前講，如實咁講，出警係用咗即係出勤啦，去咩咧？係用咗十幾分鐘到達現場。佢拒絕念新聞稿所講嘅五分鐘到現場，但係現場嘅市領導咧又拍台嚴厲命令，威脅一定要佢跟住稿嚟講五分鐘啊！陳志偉話：佢跟住嘅十名舉報入邊，會將610事件所有事情講清講楚。佢亦都有客觀嘅錄音啦、錄像啦、微信聊天記錄等等相關嘅證據同埋人證同埋物證啊。佢話對以上所講嘅完全負責任。OK， 好啦，嗱，佢琴日咧就講咗用我呢一段嘅十名舉報，即係話嚟緊咧，佢仲會將其他嗰啲。頭先佢講嗰啲啦，咩錄像、錄音啊、微信聊天記錄啊，相關人嘅人證物證咧，全部去羅列出嚟嘅。喂，好啦，咁啊當然再引起關注啦。啊，咁有人咧就話咧，屌嗱，一定係有人咁噶啦，判咗刑，份工又冇咗，反正一無所有啦。嚇，將真相講出嚟，嚇網民幫你做裁判嗱。我哋永遠會覺得佢將真相講出嚟，究竟佢而家為係想為正義攞公道，定係為佢自己攞啲著數？唔緊要，最緊要你係講到真相嘅啫。OK， 好啦，究竟嗰幾個死嘅女仔，即係你問我啊，我唔講嗰件事啦。你知呢單嘢啦？知火鍋店出邊嗰單啊嘛？屌你老母，係有冇死到？點解真係人間蒸發喎？係喎，屋企人都冇喎。係咯。嗱呢件事當然好古怪啦，同埋佢明明。話凌晨三點先被通知佢自己嘅，佢出去用咗五分鐘到，用咗10多分鐘就去到現場。但係反而現場嘅司機領導咧就話佢喺接報後五分鐘要到嚟，一定要去講五分鐘。係咯，嚇曬台喎，五分鐘。O、okay, K， 即係鋪好個故事啦，佢哋講 sell 好曬個故事，照到局。咁你諗下？就算呢打人呢幾個惡霸，即係老實講，我真係唔覺得佢可以惡得幾緊要啊？點解可以隻手遮天到？你諗下，佢跟住而家出翻嚟，又檢舉埋呢個中級法院啊，唐山市嘅中級檢察院唐山市委啊幾位監委到訪，跟住信訪部，後來連中級法院係嘛，全部逃匪店區法院提出再審證書，全部都可以唔理喎啊！我唔知啊，我唔知道會發生到乜嘢，但係純以呢一點嚟講，如何復得？嗱，有人咁講嘅，有人話咧呢一種格式嘅統治咧，其實係刻意嘅，刻意嘅。點解咧？係要令到你哋係冇即係瞭解到係無反抗嘅道理嘅，即係譬如街道有個人啊，俾車車到，你去救佢，咁啊一定係好順理成章，一定係要你。係賴嘢嘅，因為你係救人啊嘛。喂，點解個政府都要鼓勵？嗱，有人咁講，唔係我講啊。因為咧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咧，如果救人嗰個竟然係得到褒揚嘅正義嘅事，咁用乜嘢喺慢慢日後再有人真係俾車撞到，又話俾人搶嘢，個都見義勇為，培育到佢哋見義勇為嘅心，培育到佢哋即係嗰個正確觀念，對有啲事情嘅時候。哇！下下要話爭取嘅咪賴嘢，反而總言之，你唔好諗多事，唔係啦，關人諗事，四個大字嚇，唔夠膽染惹個政權就係佢哋想做嘅，冇錯。咁有人係咁樣去分析啦，我真係唔知。你話如果有人咁樣俾人打幾個女仔，或者有個女人俾人拐撚咗去屌你第二條村度，屌你老母生做生仔機器，揾條結鏈綁撚住，屌你老母呢啲可以不了了之嘅咩？呢啲事情，上邊係咁嘅啦。好啦，何錦麗啦，個拍檔出咗嚟啦。唉，我真係冇心機講啊，而家十五分鐘。何錦麗個拍檔咧，嗱白人，嗱我大家咧要搞清楚，嗱，你如果要簡單啲嚟講，呢個係意識形態之爭。嗱，我就好有信心嘅。嗱，我就知嗱，你上次已經睇過何錦麗條命啦。而家我哋抽卦，
屌你，何錦麗能唔能夠喺今屆度？其實你話下屆佢有機會，我覺得都係唔撚掂，因為呢個唔係淨係意識形態。屌你老母，呢一個咧真係啊！呢一班意識形態人，因為佢唔係遵循美國嗰個開國嗰、那個啊，即係嗰啲開國嗰啲 founding fathers 啊，佢哋嗰個信念啊，佢哋討厭呢個國家。屌你，我哋崇拜喂極權嘅喎，屌你咁撚奇怪嘅喎啊！所以係咪可久可遠？你要係個個愛呢個國家，你呢一套憲法呢一、這個制度就可久可遠啫。如果你有一個其中一邊係討厭呢個國家嘅，甚至乎屌你話揾水嘅，希望屌你最好係屌你咪行共產主義嘅，咁呢個制度點可以可久可遠啊？究竟啊何錦麗今年能唔能夠新登大寶咧？澤山鹹啊！冇。澤山鹹講拍拖啊，都俾人講總統。嗯。澤山鹹，你拍你 book 尖愛情呢支卦就好啩？咁你尖事業呢支卦就爭好遠。係咁解先，你就咁講冇用噶，你要解釋噶。澤山鹹卦係話俾你聽點講咧？嗯。乜嘢點講？一段愛情亦都要逐步逐步咁嚟。嗯。佢而家如果你話打何用呢支卦？芝麻何錦麗有冇得做總統呢？何錦麗如果而家做總統，佢呢啲叫一步登天。嗯，呢支卦係對，呢支卦係話俾你聽，唔可能一步登天嘅。咦？咁但係你如果用逐步逐步嚟去下一屆，下一屆咪到佢咯。O K， 佢好大機會㗎。咁都死啦！四年後先啦，四年後先。咁都死㗎啦，玩撚完㗎啦。四年後先算。好啦，嗱，佢呢一個，因為點解咧？當日揾阿何錦麗嚟做阿拜登嘅。拍檔咧，其實一種計算，純粹計算嚟嘅啫。OK， 而家咧點樣可以攞到最多票啊嘛？而家揾咗呢一個咧叫 Tim Walsh， 睇 Tim 武 Walsh 華爾啦嚇，華爾茲啦嚇。咁我覺得亦都係一種計算。嗱，60歲，曾經任過公立學校教師、美式欖球教練嗰啲，嗰個唔重要。我睇下佢呢度點樣先。佢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發生前後，嗱佢講咁樣寫喎，英文，因為我英文 translate 過嚟噶嘛 ，Google 前後喎，去咗中國擔任1年老教書，哦咁唔冇乜好講啦。跟住佢度蜜月，去中國度蜜月，咁都話中國三名水手度蜜月冇問題啊。然後咧，佢又組織過後來翻嚟教書咧。就組織咗啲美國學生咧暑假去中國度遊學啊！原來佢真係好喜愛中國。係咯。咁我哋睇下咧，佢而家咧即係做過啲乜嘢？即係而家佢做喺做國會之後，佢咧當然啦。BLM 喺呢個明尼蘇達州嗰度，2020年嘅時候啊，即係即係選舉嘅時候啊，拜登同Donald Trump， 咁啊打砸搶咧，佢我唔能夠話允許啦，佢冇用嚴厲即係執法，阻止國民警衛隊去呢個即係鎮壓啊執法，要求警察單膝下跪 ，OK， 佢亦都簽咗個法律啊，簽署咗一個就係。明尼蘇達州嘅非法移民咧，可以攞到車牌啊！佢亦都話希望全國都咁樣做啊！佢直接承認自己係社會主義者啊，亦都希望開放邊界嘅。嗯。不過佢係一個白人中南人，咁呢啲咪充滿計算咯。已經一個何錦麗都夠咗啦，再整多咁嘅嘢冇所謂啊！我覺得你如果係嘅話咧，我覺得今年咧直情俾佢做埋咧。都無可無不可㗎！呢個世界要死唔撚俾佢死咩？有陣時左翼咧，或者啲咁嘅黃絲啊，嗰啲咁嘅冚家產好多咧，你係要咧等到你賴嘢嘅時候咧，先知道自己嗰種愚，即係愚魯啊，即係嗰種愚昧啊！即係要撞板先支持佢塊板。喂，深圳琴日屌你啦！落冰雹啊！落冰雹喎！嗱，38度落冰雹。嗱，琴日咧，我哋香港都係好烏天黑地行山。突然間嚟㗎咋？喂，其實咧呢啲咁嘅落冰雹咧。在你哋風趣學上面一定是不老禮的啦，一定是不好，一定唔好。咁你有冇去起個卦象啊？尋日就有嘅，我就係因為我尋日去，我尋日過咗銅鑼灣，
咁我過銅鑼灣，我一出呢個東水咧，即係北角嗰即一出東水，差唔多誒鰂魚湧嗰頭。香港冇啊，香港冇啊，有落冰雹呢啲。香港冇。咁咧，我一出鰂魚，一出誒東水鰂魚湧嗰頭，我就見個黑雲飄緊過嚟啦。係。咁啊，即刻望下只標咁啊，攞個時間起之卦啦。咁啊，雷澤歸妹，即係話之話個魚嗰嚿。嗰嚿雷雨咧就嚟得快，走得快，咁我就遮都冇攞出嚟嘅咁。咁咧跟住我就翻嚟即係做完嘢翻到屋企就聽到電視話，深圳落雹。跟住我就話：哇，落雹咁緊要！我仲有個 friend 俾個雹卜穿咗個頭。係咯。喂，但係38度落雹喎。嗱，嗰啲咁樣嘅地理啊嗰啲常識我就唔講啦，嗰啲知識嚇。喂。風水學上面就係用咩嚟解釋啊？風水學上面逢係落雹都有一定有冤情發生咯。咁啊誇張啲喎，咁有陣時有啲天氣真係會落雹噶嘛。一落親雹都唔係，你諗下2003年大陸都落雹㗎。嗯。佢嗰嚿雹落到嚟，嗰嚿雹你記唔記得嗰個形狀係咩？嗯。成個病毒咁嘅樣咯。係咩？呢啲市景，呢啲景，呢啲個天市景嘅呢啲嘢。好，休息啦。